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马。一个不好的消息啊，上坤真杀过来了。现在是中午的11点多，昨天直播间里面很多兄弟说上坤来了，我还不相信。今天早上9点的时候，马哥，我今天上烟台，能不能见个面？后来我通过了解，阿姨腿坏了，来见他妈回去，冲这份孝心吧，见一面请吃个饭，200块钱。一会儿临走的时候啊，给阿姨买点水果。哎呦，坤哥，哎呦，啥时候到的？刚到没一会儿，不是来趟，到你那看一看。啊、哦，好久没来了。没感冒发烧啥的吧？没有，我没事，我特别好。别再给团队再给搞团灭了。那回去。你跟阿姨咋样啊？我还没去呢，一会儿去了之后先看看是在这边拍还是说去那边拍。拍片子？对，还没贴，片子还没拍呢。还没拍呢。那走，先吃饭吧，等吃完赶快过去。走，想吃点啥呀？你别嘿嘿我，你嘿嘿我害怕。吃肉。那行，我带你吃牛骨头吧，好吧？你不吃猪肉是不是？对，我不吃猪肉。走，那二楼没人。哎，你在哪来着？哎呀，好久没正儿八经的吃牛骨头了。今天节节馋，今天必须吃上那么一吃，牛肉再加菜，然后土豆片啊，都来点吧。对，济南那边有这玩意儿吗？济南那边少，有，但是也我自己都舍不得去吃啊。他做直播挺好的，我看一些做的。白搭了，我想睡了。现在跑外卖跑的咋样？那行，一天能挣个100块钱吗？嗯，哎呦，你要慢点吃，我操，就没人抢。好久没吃了，今天还没吃饭来的时候。啊，早上起太早了。嗯，没吃饭。你这块行，我肉不少，上面。哎呦我操！你大哥今天走吗？带着老太太？我看我妈今天。他要走，反正不是今天就明天，这两天。嗯，他今天不走的话，一会儿过来见哥几个。嗯，他们下班早呢，他们得6点左右下班。6点左右。嗯。再来一锅牛骨头。上坤吃的，你是真馋了，兄弟。真馋了，真的馋。走吧，吃饱了。吃饱了，走。我去看看老太太啥样。啊、哦，你妈就在这个厂子上班啊？对啊，干啥？之前我也在，你也在这厂子干过？我在厂里干了2-3年，当时8年。回去以后好好干，啊，别再像以前那样了啊！200块钱给老太太买点那个水果，快，正儿八经的。我要看你的话，兄弟，我一分钱我也不可能给你。再一个，来的时候我听着他们说借钱来的。管我妈要的钱，可别了，那么大了，是不是兄弟？啊，买点水果，走吧。好好干，对得起这帮人啊。好嘞，去吧去。走吧。老妈已经是第二次受伤了，同一个地方，到现在连片子都没拍。上了济南，回济南有医保才能拍，所以以后老妈可能干不了别的活了。其实坤坤也愁得慌，也会想很多事情。这次来找我，十之有八九是想跟老马拿点钱，但是一直没好意思开口。这200块钱呢，不管给他妈买水果也好，或者说回去当路费也好，算老马一片心意吧。感谢支持我妈大人团队，上工地了，拜拜，兄弟们。